Wait.哦，那个带点零件了是吧？啊，取消了，对。对，咋的那谱呢？他就不买了，产品就这个已经掉了。跟以前的这个美的价格比是涨得太多了，比他来说涨得太多了。这个东西吧，无所谓了。这个东西客人说了算，咱们就是不涨钱，他觉得贵的不买的，咱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那确认一下，就是别到时候再万一再交了，你说我这卖不出去嘛，是吧？好嘞。